大家好 ，ST 档今次就介绍港铁 M 清车头磁石。我中意叫黑头咯，始终黑过原本嘅白头。系啦，咁都应该系得我咁讲嘅啫。27车最台湾。一開完咧，佢背景嗰張卡紙都會整爛咗，有少少裂痕。即刻冇計，係得咁開嘅啫。哇，超閃靈靈！咁今次呢個系列嘅產品全部都係塑膠做嘅啦，所以係幾輕嘅。咁至少佢上完油都幾金屬感覺，咁幾金屬嘅質感。一仲閃過架微影列車，個肉眼睇係閃啲咯。咁側面都係白色。咁呢隻車就冇偏好睇噶啦，因為去到側邊先睇到。咁佢係斬咗個頭喺度。基本上呢個就係暫見嘅 M 清車頭模型。佢識曬，佢識曬啲牌就啱嘅。車嶼和終點站都是跟這件產品一樣，都是車嶼27往柴灣方向。那就是時候拿白頭扣下啦，揭示。哎呀，這個扣得好一點，東鐵那邊那隻扣反而扣到怪怪地，這隻幾凸凸陷下。啲窿嗰啲位啱啱好，扣得好正，想左右喐都唔系喐到好多，对正晒。好，咁依家就系前地铁嘅都城加摩列车翻身前后，正。今次個系列最正就係呢四個嘅啦，真係其兩個有少少格格不入咁樣。一係個系列就要再大啲，放多幾款。佢而家咁樣，應該至少放多兩款咯。係東涌線嘅卡同埋呢個千九，咁就會好啲。佢依家齋機鐵同埋假九啊，真係有啲怪怪地。好正，我再收埋入面个控制室、控制板嗰啲嘢咯，都系木颜色嘅。座位又喺度，东铁嗰啲多数摆张凳喺左边，地铁又摆右边。车底好似冇乜分别啊。咁好囉，咁今次呢架 M 清車頭磁石介紹就嚟到呢度啦，鍾意就 like 記得 subscribe， 咁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